这往哪抬呀、啊？那抬到那边去吧。那个给壮壮给这个小樱桃带一根，他光打架，一到咬的吱吱哇哇的，黑家咬的来吱吱哇哇。哎，他咬的，他这两个带一嘴不行。我，你看谁也是个大狗了。哎呦，抬到你大爷那边。这还起尘了呢，这铁的哟！哎呦，我的妈，黑呀！张凤腿外环，不不不！哎呀，皮皮！哎哎哎！哎，皮皮不用转，说听话，俺这两个不听话。皮皮啊，你俩等着，等着，等着。这是完蛋！啥叫完蛋？你说话！靠西，靠西。过来了，再靠西，过来，这里还差一点呢，这里还差一点呢，过去试试。上来吃来。别打，花那么多呢。就是插个哪，不插哪，每个没哪关都过来。就插这个车位，是这个家门。要把车倒走，不是抬不过去。这狗笼子太大了，你看。你不想要壮壮了？那把它给你三姨喂去吧。好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喂，不是你为什么不想要壮壮了？壮壮为什么？你怎么不喜欢壮壮？因为壮壮。哦，壮壮光咬妞妞啊。嗯。哦，你喜欢妞妞是吧？嗯，但我不喜欢壮壮，我也喜欢皮皮。嗯、哦，他喜欢皮皮。他喜欢皮皮。那咱都喜欢皮皮。那个有好多网友都说我们把壮壮卖了，都好久不拍壮壮了。他说壮壮是不是卖了吗？我们不会卖他，卖他干啥？都养那么大了。我就不养。再不喜欢也不卖他。嗯。这不喜欢他也给他给嘟嘟做伴的。嗯，对，嘟嘟一个人一个在那里。先搁那个抬过去再拆过来。你就先放在那么走，他能抬过去，再拐过去了吗？啊，叫人能过个车。嗯，现在不过车了，没有人了。真是没。好久没人开车了。你风吹风的。没人开车了。进不来。嗯。你那太危险。我刚开那是腿，小孩你打着哎。怎么还晒不着这种啊？还晒不着这种个，金富亮亮。把这照顾说了，你懂？啊，他光打架，他俩在一个笼子里。啊。那个笼子里光打架，俺家的那两个在一个笼子里嘞，他光打架。打这个够悬的哈。啊。不是。皮皮不用卷，皮皮听话、啊。不是皮皮。还是壮壮，壮壮卷。三爷爷，壮壮。不听话、啊。壮壮不听话，光气溜溜，把溜溜，把壮壮卷起来，叫壮壮来给你做饭，做伴儿，做伴儿，做伴儿，你说，给你做饭，做伴儿，做伴儿。来给你做饭，做伴儿，做饭。皮皮，我来给我。哎呀，撞上来了。是吧？啊，这个可以的。开玩笑。豆豆。你们让你吃的。呀，豆豆。三爷，你摸狗了，你摸狗了，去洗手。给啥
小孩儿啊。你说大声点，咱也听见。铁皮也不给力呢。您不可能洗手去。哇。还听不见。弄。